吃药时水喝太少，这里会坏掉。网友吃很快问，吃药时如果水喝太少，是不是容易导致食道溃疡？哪种药又最容易发生呢？医生说，在门诊的胃镜检查最常发现因为吃抗生素导致食道溃疡。常常会有一些年轻的女性突然就说她胸口很痛，我们第一个就会问她，她前几天是不是有吃那个青春痘的药。医生会这样问，是因为皮肤科医师常用强效抗生素治疗，这类药物比较有刺激性，也比较大颗，如果水配不够多，或吃完马上就躺下休息，药丸都还没有进到胃里，就很容易在食道残留，并引起胸痛。那我们建议就是吃完药当然不要马上躺下去，那一定要多喝一点水，尤其在睡觉前吃药一定要特别小心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